一下。刚刚这是你给我，又喷个睡衣。那我去上个厕所，你跟我妈聊一分钟先。睡衣。拜拜，你别谢，别谢那个。哎，阿姨你好，阿姨你好，新年快乐，阿姨。好，新年好。新年快乐，阿姨。阿姨，就是我 PK 输了，我们那个玩一个小惩罚，我们。嗯。就是阿姨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是说，您喜欢什么类型的男孩子？就是像我这种，就是这么帅气类型的人，就是您喜欢吗？喜欢帅气还是那种性格好的？嗯，性格好的。喜欢就是男孩，就是在您眼里的话，就是长相无所谓是吧？嗯，还好。您也是属于那种长得好、性格又好的那种。我脾气大。不是，他在网上的性格还是，反正在网上性格算好的。好家伙，我还是个双面人，我是个。对，他在网上，阿姨，你平时生活里面脾气大呀，阿姨。嗯，说听听吧。啊，对，妮。嗯，有点小任性。有点小任性，没事儿。但他在网上，在大家的眼里面，他是一个好，特别好的一个男孩。乖吗？阿姨，演的。阿姨呢？我们还有惩罚，就是如果说。好，大家好。如果说，那你觉得，阿姨，就是您知道的，还以为你要跟我妈表白，你这不是阿姨，您觉得就是，您和，和帅哥和什么样的帅哥在一起会比较好一点？都能听明白。就是，阿姨，您会支持您和？哎，就是帅的男孩子在一起吗？在一起玩很正常啊。在一起玩很正常，对。你年轻，不是帅哥就是美女啊。对他身边确实就是不是帅哥就是美女。就你也帅了呀。对，我跟妮也挺好，我经常跟他 PK， 他人气高，我跟他玩，我点点关注他，谢谢。可以吗，妮？好，拜拜。啊，新年快乐，阿姨。啊，好，新年快乐。语言大师啊，还是玩了个玩意儿。我天哪，阿姨真的很会回答，真的很会回答，这好官方，你可以做我的微信公关了。阿姨还在身边，你其实我跟你说，妮，阿姨她什么都听懂了。阿姨其实什么？等一下。阿姨其实什么都听懂了，她只是没有正面回答我们之间的问题。那阿姨真的，我觉得吧，她也知道，但是她不会让你特别不开心。反正我觉得她肯定会让你生活的开心。你自己做自己才是最好的，年。给阿姨点时间。他都知道我，说明他平时会经常看你。祝你好运。